快，还是往篮下给。曹万林开场，那三分队连得四分。杨金龙先开张，一对一，看协防来了，漂亮。曹汉林得了六分了，因为莫泰是欧洲球员啊，所以他很懂得传球。让对手这大个儿啊，就这么踏踏实实站在篮下。低了，小队的特点这是转换，上来之后连得四分，对篮下，一打一，好的，哇，攻得很早啊，这球。进攻篮板球，哇，今天曹汉林来盯小外援，然后呢，莫泰跟曹汉林啊根本不出去，好球，他们俩就在篮下守的区域。又看着算差点儿，感觉慢没有失误了，二打零，运到自己脚上。丁宇航第一次运动战得分，啊，拿下这个错位，好机会，三分命中。啊，大师这个，大师这个，莫泰有点不适应，太快了。好，行，漂亮啊！被防下来，转换，到位往前，优势给的很快啊。那就是对于广东来讲，就好在山东的外线没开。接出去，小妹子，没开就走。对，阿加利，阿加利打中。其实呢，尼克尔森这个球不一周鹏那儿啊，就给他全放了，把周鹏给放了。易建联迎着，哇，命中。我，狼森就是这样啊，能力呀、啊，这就是这。好巧，赵薇，谁的三分开了，谁就要啊！投手，三秒钟得攻了，得攻了！哇，哦、压哨，耐心、哦，这个命中了三分球。阿联，这球，哇！哎呀，厉害呀、啊，阿联！哎呦呦呦呦！这个就是被憋了半天的选手啊，因为他打这个朱红镇的使出了一记重扣。今天这个莫泰啊，应该是。莫泰紧着阿联打进来，来了来了来了！这个身体对抗能力太可怕了、啊，他找了一点点就去了。阿联三，哇，进来了，漂亮，老孙！来了来了，老孙，中间穿过这一下呀、啊，见功力啊！那个小外援基本上没派上用啊，哇，直接扣篮，哇哇，这个曹汉林就走了。断一个，断一个，老丁、嗯，他不敢上手，上手就一次雷劫。这张比赛应该打出一切，26分，应该打出一切。我觉得不会打，因为这个事不必打，容易引起冲突。现在就继续保持着自己在主场。The pace is just like I'm a waiter, and I ain't got no time for haters. I reach by my belt and shoot it like I'm in the Navy.Bitch, I eat my shrimp and steak and gravy. And I got cred just like the 80s.